众的一个一首歌曲，单手有点难。好，这边先献给在场的某一位观众生日快乐，好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这首歌送给你。只能说对不起，是期待的事情，所以选择逃避。你的温柔我不可触及，你还好吗？有想我吗？今天是你的生日，这么想。